上睡觉的时候，如果有人叫你，记得千万不要开门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腾，在这里我要很慎重的跟大家宣布，在这个时间，我的新书《伪鬼话事件簿》已经正式在Momo、金石堂还有博客来开始预购了。而这次预购的书籍有3000本哦，除了有预购小礼物之外，还有我的亲笔签名哦。而且在里面我还有放小彩蛋，您只要在预购的书里面打开，有发现我有签名写上特别版，那接下来的3场签书会就可以评书来跟我换取小礼物哦。而如果你是幸运的，是拿到第1000本、2000本、3000本签名的人，一样在签书会的时候可以兑换大礼物哦，是不是很刺激呢？而最重要的是呢，这是我们耗资大成本制作的动画，将在1月27号星期六做全台首播哦，敬请期待。那我话说完了，希望这次的新书大家会喜欢哦，我们签书会见吧，拜拜。